不过看到了美国的学校，就让我想起来以前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我老是不喜欢挑早上的课，因为都爬不起来。的确，早上上课呢，非常容易让人想打瞌睡。的确是这样子的哦。所以在西雅图有一个高中就建议这个专家把这个上课的时间往后挪一个小时。可是把这个课程呢往后挪一个小时呢，下课也要挪一个小时，所以学生反应如何呢？来，您看看。